在学 Scratch 2.0 版，现在我觉得这个软体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它可以制作动画，还要调整人物的动作方式。我在这两周里我学到如何制作游戏，再制作动画。我想要制作游戏给同学玩，我想要制作影片给爸爸妈妈玩。大家好，我是吴赫，国小李君浩。我现在在学的是 2.0 版的 Scratch 这个软体，它可以让角色，它可以我让我可以控制角色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我在 Scratch 里面学到了如何让角色对话还有移动。谢谢大家。我是吴赫国小的黄子云，我们现在在学的是 2.0 版的 Scratch。学校的 Scratch 是 1.0 版的，这里的是 2.0 版的，积木比学校的多。我学到了如何移动角色和变换背景。谢谢大家。我是富人国小三年学，我现在在学 Scratch 2.0。这个软体因为它可以做影片和游戏，所以吸引我。我觉得做游戏和影片的人都很辛苦，要写稿子，要会画，要会画图，还要会画背景，还要有那个程式设计的观念。我以后想当做游戏的。